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又是我们这个巴拉巴拉小课堂。哎，我不是巴拉巴拉小老师，我是这个木子小花叉子老师。啊，有这个学生跟我说啊，那个巴拉巴拉老师，妈耶，你们能不能记清我吴彦祖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不要弄错，不要弄混啊。哎，我们这个叫巴拉巴拉小课堂，只是个系列。今天呢，给大家随便聊一聊。我看这个最近在这个知乎上，还有在什么微博上，有很多热搜，就是说这个日本人是否薄情了、啊。关于这点呢，我首先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，因为日本的社会呢，他大家都知道，就日本人不愿给对方添麻烦嘛，所以说彼此和彼此就人与人之间呢，都做的比较关系处的比较微妙，就啊，虽然大家可能说，哎呀，我和你关系特别好，表面上关系特别好，又邀请你上我们家来玩，又怎么样怎么样呢？但是实际上他们会心照不宣的，不会去的，你明白吗？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，所以说。薄情在这个方面上其实不是很成立，就是说在日本为了，因为日本人很爱面子，包括他们原来其实很脏，到后来这个城市慢慢变干净了什么的，都是因为面子，所以说在有些方面嘛，我觉得他是绝对不是薄情的，而且并且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反而是我觉得日本人会比较亲切。首先第一点就说一个我弟弟吧，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又和我就是一块在国内啊，算是同乡去日本的一个比我年龄稍小个3-4岁的一个弟弟，然后他去那边就是上学嘛，也是通过语言学校然后考这个大学。在打工期间呢，他在一家这个中国的这个超市打工，也不是中国超市了，就是那种像 7-11 那种超市打工。然后呢，他在打工的时候呢，因为他每天都特别努力啊，他是在那个生活区，他每天都特别努力。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啊过来的时候，偷偷的就走到他跟前，塞在他手里一个东西，然后让他收起来。他以为是老太太写给他那种鼓励的话，纸条或怎么样的，就没在意。回家以后发现是一张纸条，然后觉得他每天都特别努力的在工作，让他加油。然后里面还有叠成一个形状的这个1000日元。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不相干的人，你会给一个不相干的人，就因为他很努力，就每天很 ginky， 然后就给他60块钱作为一个鼓励他的一个钱嘛？我觉得反而我们不会，但是日本人的话，他可能会就是会这个样子。包括你像我们，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挺忙的，晚上可能大概12点1点左右才会吃饭。我们家附近呢，有一家那个韩国料理店。但是呢，他是个日本人开的啊，一个老爷爷和老奶奶，大概是50多岁这个样子，50岁到60岁，啊，具体名字就不给大家透露了，就免得有这个打广告嫌疑。他家的那个圆的煎饺就特别好吃，就韩国煎饺嘛，它不是整个的一个一个的煎饺煎进去的，它是把那个煎饺两头圈起来，煎成一个圆圆的样子，这样煎下去的。然后呢，我就经常去了以后，就比如说，啊，要上2杯酒。然后要上点煎饺，再炒上一个菜之类的，在那吃饭。因为晚上其实说一声，这种他因为他是深夜餐厅，他白天基本上不开门。我去吃饭就基本上大家都是这固定的人嘛。他因为每次都看到我们一两个人去那边吃饭，而且是外国人，就和我们交谈说，啊，你们怎么这个点才出来吃饭啊？然后我们就说是加班啊，在忙啊，或怎么样的。他说原来是这样的，他就问我们啊，在这边生活了怎么样？然后啊，现在在做什么？啊，就是感觉这边的环境你们还适应得了吗？怎么怎么样的，就这么攀谈起来。因为他觉得我们是外国人嘛，而且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加班加得挺晚的，然后去那边吃饭还挺辛苦的。每次这个老板都会给我们加料，就比如说我们点一排蒸饺，他正常的话是5个，他会给我们7个。然后菜的话也会，比如说我们一般会吃那个叫啊，那叫什么东西，kimchi。泡菜炒牛肉，泡菜炒牛五花，或泡菜炒猪五花，这种东西啊，就卡路比亚 kimchi 嘛，啊，差不多就这种东西了。然后呢，他就会给我们多放肉啊，或怎么样的。有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今天有特别新鲜的什么新上的一些食材啊，就会先烧给我们吃，就给我们推荐一下，说，哎，今天我们有这个新烧的这个食材，他可能还没有写到那个黑板上价格。你知道吗？他就跟我们说啊，就多钱就可以了，无所谓的。然后就是你要想吃的话，我烧给你吃，就这样子。我就觉得，其实心里特别暖暖的。就我经常会去那吃饭，我觉得我长胖的原因也非常怪他，真的，我长胖绝对是因为怪他，真的。
就半夜，你像我去了之后，本来我就想简单的吃一点东西，喝点东西的，结果哎，他给我弄得很丰盛，然后就慢慢的熟络起来了嘛。本来我吃个饭可能就是半个小时，40分钟就吃完了，因为去了以后喝得很熟，就会聊聊天啊，乱吹一下，然后聊聊最近的社会新闻之类的，就是还会吃得蛮久的，大概就能吃个1个多小时，将近小2个小时，然后从那喝杯茶再回家。啊，反正是这样子，所以说我感觉日本社会不是很薄情的，因为你要说人与人之间，因为本身没有什么交集，所以说它不存在薄情这个问题。但你要说和他们慢慢熟络起来了，包括和教授也好，还和学校老师也好，还是和日本同学也好，在有些方面，我觉得他确实会比就是陌生的那种国人要强一点的，这是我自己的评价。你们在日本有没有感受到一些，或者说经历过一些这种？啊，感人的小故事呢，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下方留言。我们是巴拉巴拉小课堂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